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林金桦，今天是民国103年8月17号星期天，希望首先带您关心天气状况。气象局表示，今天锋面向北远离之后，台湾附近不稳定的天气状况会明显降低。不过由于菲律宾东方有低气压逐渐接近，将水汽往台湾地区输送，所以南部及东半部地区容易有短暂阵雨出现。至于北部及中部地区，则还是要留意午后的雷阵雨情形。另外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都在33到35度之间，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阳光也会相当强烈。若听众朋友要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新北市新店区永保安康社区大楼15号发生严重气爆案，疑似为引爆点的三楼住户高月格重伤送医后，昨天凌晨伤重不治，与孙子在同场灾难中不幸罹难。一场气爆造成两死13伤，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昨天上午也率领警消监视人员等到气爆案发生所在的三楼现场勘验，经历长达10个小时调查之后，检警初步认定气爆原因是人为因素。因气爆发生于三楼全家，疑似为厨房瓦斯炉未关闭，可能因此造成气爆，并从厨房炸穿与主卧室相连墙壁。检警调查重点也锁定在三楼，厘清是否因支管漏气或瓦斯炉未关闭造成漏气而着火，并以证人身份讯问案发前一天到大楼检测瓦斯外泄的新兴瓦斯全性检测员。关心体育消息，世界少棒联盟世界刺青少棒锦标赛一共有8支队伍参赛，中华队在预赛以5连胜拿下国际组冠军，取得与美国组冠军美西南区德州队争冠的资格。中华队今天全场敲出15支安打，再加上先发与中继投手两人的压制，最后是以9-1轻取美国西南区德州队，成功卫冕。最后关注国际新闻，法新社报道，叙利亚人权组织指出，伊斯兰国 ISIS 圣战士在过去两周处决未在于叙利亚东部超过700名薛塔特部落的成员。报道指出，伊斯兰国在7月接管2个油田之后，约有7万成员的薛塔特部落与伊斯兰国之间的冲突不断升高，而在被处决的成员当中有100人是战士，但其余都只是平民。以上新闻由林金桦编辑播报，10点请继续收听整点新闻。